龙珠奇缘，它是一个苹果剧团里面非常经典的一出戏。那它故事主要是叙说一个不太爱读书的一个小学生，他叫多多。那他就是非常的不喜欢读书，然后上课都喜欢睡觉。那他就是被我们的图书馆的书精灵惩罚了之后呢，图书馆的书精灵就把他带到了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世界去冒险，然后让他来了解我们读书的重要性。现在我们住在南区，可以看到儿童剧的机会比较没那么多，那所以我们就趁着暑假能够回到花莲的文化局，然后票价也不贵，可以跟所有孩子们一起欣赏剧团，孩子们很喜欢。我看到了，前面有陆地，我们终于发现了陆地了，小朋友啊，陆地真是我们的福气。这样好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发现新大陆？听起来好像很好玩的，那就一起去吧。走走走！我觉得这个戏很棒啊，然后因为它就是融合了很多故事里的知识，让然后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小朋友学习。今天就是带小朋友来看这个苹果剧团的童书奇缘，那觉得那个节目非常的精彩，而且就可以从一些小故事中对孩子有一些深度的一些启发啦。那我觉得这种县政府或者文化局办这活动也很好，希望有机会也能够再多多举办这样的一个戏剧或者是艺文的活动，能够让我们花莲地区有更多的这样一个知识的一个响应或吸收。国王驾到！国王来了，国王来了！啊！你说我只有穿一条内裤？大爷，你只有穿一条内裤吗？啊！我们都知道，你们都知道，那你抓我，放开我！因为这出戏它可以鼓励那个不喜欢看书的孩子，它可以讲出看书的优点。我最喜欢的是它跟那个大野狼，它被大野狼追杀的时候，那大野狼追多多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追下来，然后罗宾汉呢在追大野狼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跟演员有更多的互动。我今天很高兴可以来文化中心看这个表演，我最喜欢的节目是罗宾汉。我最喜欢多多，因为呢，他看完这本书，因为他进去那本书，他学了很多童话故事，让他很开心。小朋友，没事吧？